这一篇的主旨是从知识的奇带入道的认识，以及有关生命的问题。奇物之论可理解为万物平等的理论，因为在庄子看来，宇宙万物皆起源于无，所以客观事物本来就不分彼此，因为它的本质本源是等同的。从根本上来说，不论世间万物还是人的内心世界，都是受着道的主宰，所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以及人的认识，归根结底是没有差别的。由于人对世界的认知大都来自对立的观念，例如大与小、是与非、贵与贱等等相反的概念，而庄子认为人要达到奇同的境界，一定要先舍弃这些对立的观念和争论，力求做到具体有限的东西无知无识、是非两忘。南郭子綦有一天斜靠着矮桌子，仰头向天，悠然地进入了忘我的境界。老师啊，你今天的样子和往日不大相同啊，难道说人的形体可以变成枯木吗？心灵也可以化作死灰吗？子由，你问得好，刚才我进入了忘我的境界。你知道吗？你听过人的箫声，却没有听过大地的箫声。就算你听过大地的箫声，也没有听过天的箫声。人的箫声无非是云箫或是排箫。而大地的箫声就是风声，大地突发出来的气叫风，风一发作，所有的孔雀就大叫起来。记得大风吗？大风一吹，山林巨木的孔雀，有的像鼻子，像嘴巴，像耳朵，有的像圈圈，像春臼，有的像深地，像浅坑，有些孔雀一起发出声音，有的像激流，有的像火箭，有的像叫骂，像呼吸，有的粗，有的细，有的深远，有的急切，所有的孔雀像在唱和一样。大风过去之后，所有的孔雀都静了下来，只有树枝还在摇动而已。这就是大地的笑声。声音本身是没有喜怒哀乐的，用人的立场去听箫声便有喜怒哀乐，用自然的立场去听箫声便没有喜怒哀乐了。所以喜怒哀乐是人为的分别，而不是自然。人的形体有手、脚、骨节、孔窍、脏腑，它们之间是如何相支配的呢？它们都是奴婢来服侍我吗？奴婢怎能互相支配的呢？是奴婢互相轮流支配吗？还是另有真正的主宰呢？事实在形体以外还有精神，这个精神就是真正的主宰。人都具有自己的实有的真心，这个实有的真心就是大自然的道的缩影。人以此为法则去发展一切的行动，便不离自然的正道。有个养猴子的人拿橡子喂猴子吃，有一天他对猴子说，早上呢就给你们吃三升，晚上呢就给你们吃四升，这样好不好啊？那么早上给你们吃四升啊，晚上就吃三升啊。朝三暮四或是朝四暮三，
在实质上并不增减。可是猴子的喜怒却被支配着，人是否也经常犯着与猴子相同的错误呢？你们也想想吧。昭文是有名的琴师，他的琴弹得非常好，但是后来昭文再也不弹琴了，因为他终于悟到，弹琴的时候只要发出一个声音，便失掉了其他的声音。只有在助手不弹的时候，才能五音俱全。人为的音律和雕刻的道理一样，当雕刻的成品出现时，却已经损害到其余的木头，往往失去的更多。只有自然的音律才是完整无缺的。你这人怎么这么难听？我说了半天了。会师口才很好，和人辩论了一辈子。你不对，你就是不对，你不承认，你为什么不承认？你马上要承认，是你不对，你不对呀，你不对。每当他辩论累了，就靠在梧桐树上休息。惠师靠在梧桐树上休息的时候，有一次终于悟出了不辩论的道理，从此就不再劳神去和人家辩论了。人们利用自己的口才在辩论上把别人驳倒，你认为这算是胜利吗？你认为你胜利，但这正是你的失败呀，难道不是吗？庄子说，我一辈子说了那么多的话，但是其实我没有说过一句话。我真的没有说过一句话。真的没有说过一句话。形体与心意相合，随顺没有止息，行为只是反映内心。想工作时工作，虽然工作了很多，但实在没有工作；虽然说了很多，但实在没有说过一句话。老子与庄子同是道家的代表人物，两者具有一些异同，而相同方面，两者皆视道为至高境界。故此，二人的人生观也极相似，二人同是追求虚无，他二人相异之处，老子爱静，庄子爱动。老子爱静观时变，冷静观察世事，他所著的《道德经》也是